啊，手机。哦，先不说话了，先不说话了。先拍照。但是今天呢，我们有另外两位大明星要到现场来和大家做一个互动。他们今天的主要任务呢，就是我先不讲话了，你们先看发布会。
了，洋洋说话了。你们的洋洋。Hello, 我是洋洋。大家好，我是一飞。哇、wow. 来，我们今天第一个热烈的掌声欢迎二位。好，今天呢特别选了这个恒河的海洋王国，就是因为白金宝宝跟两位一样，都是这个王国里的大明星，所以呢我们大明星之间要有一个简单的交流，其实特简单，你们试试看跟这个白金宝宝和灰灰熊看看他们能做些什么。我现在在说我的锅助理，他现在手机没网，已经放弃挣扎了。然后我就说你可以多拍照啊。我觉得白金宝宝应该更加喜欢女士吧。哎，等一下，让飞飞先来好不好？来，飞飞往前一步，站在这个位置啊。雷，雷志，你随便，你可以跟他们说话都可以，挥手就可以了。好吧，好吧。月华，娜娜，哎，娜娜，喊她月华，她也答应。娜娜，好可爱呀、啊！娜娜，现在着急吃东西。好，我们让杨洋来试一下啊，杨洋，你随便跟他们怎么互动，看他们会怎么样。Hello， 宝宝们，我是月华。哎呀，害羞的跑开了。有50米，有点卡了。你们从此
小白一眼在看电视。我饰演的是夜华，还有一位是战神，对，司音的师傅墨渊。夜华和这个墨渊不同的地方是什么？他们俩，我就说他们俩相同的地方。他们俩相同的地方就是话多不多，但是见到白浅之后呢，话特别多。对，只对白浅特别多。只爱白雪。那其实夜华相对于战士墨渊来说，就更加的有一些少年感、少年气一些。对。可是我们很多人都说看完这个预告片之后啊，觉得特别的。他们两个真的是人，两个的造型，男帅女美。这个情感非常充沛的镜头，就会觉得你在这个戏里面很投入自己的感情。所以在拍这个戏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两个人对戏，或者是说演这样的几个角色，有一种特别不同的感觉？有没有说是让你觉得很印象很深刻的地方？其实挺享受这个过程，因为我们首先，我们感谢就是我们有这个优秀的一个团队，能够让我们完全的融入到这个角色中来，帮助了我们。其实真正要说一个困难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是打戏，对。墨渊的戏。夜华。对，其实真正墨渊在整个，因为他影片的篇幅是有限的。那墨渊其实在整个影片中并没有特别多的去展现他，他主要是讲夜华的爱情。对，因为我们整部打戏可以让观众好好期待一下。是打戏的部分，聊聊印象特深刻啊。我觉得因为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同，你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哪一世的感情？不同，因为电影里面确实表现白浅的场次最多，所以肯定白浅的层次是最不一样的。但其实那两个也不会非常喜欢。那如果说让你们形容一下这部电影当中最甜和最虐的部分，可以分享一下。最甜的部分哪些戏比较甜的？就青丘的部分都还挺甜的。以身相许的时候，以身相许，对，凡人的时候。两个人都是生活在一个比较美好的世界。那再次相遇之后呢，夜华带着小孩子到白浅的蹭吃蹭喝，也是比较的快乐，比较甜的。比较甜。那我们看到好多镜头，就看到这个大哥的眼泪流下来，觉得比较虐的部分是哪些呢？虐的地方就是对于夜华自己来说，其实他内心是比较挣扎的。对，虐自己。虐自己。有虐对方吗？我觉得我下次要用淘宝直播来给你们做直播，因为淘宝直播的话是可以看到，边直播是可以边看到评论的。回忆是最痛苦的，所以他们想起来的时候，我们还有后面还有十几场的路演和首映，如果想要看的话，记得关注全面时代哟。其实对于叶华来说，他特别怕让白浅能够记起那些美好的过去，但是啊，特别希望他记起那些美好的过去，但是又特别怕他记起全部的过去。这是对于叶华来说。三生三世的情感啊，纠纠缠缠，这部戏两个人拍起来其实挺复杂的，因为要转换角色，然后呢又要互相揣摩对方角色的一些。亲们，我们中间隔了一个海，然后我刚刚的话，不好意思，你好，让我们都。
靠，不好意思，在直播。对，然后我们刚刚是用推流在直播的，但是刚刚用推流的话，就是用那种可以拉近的话就很卡，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对，你们就接待接待一下。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右边就是思音了吧？好，这两位的造型是这样子的，都是有点战神的感觉。然后还有其他的吗？好，这个造型又不一样了，这是两脸的这个月华和一身白衣的素素，这是一组 CP。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夜华太子，这又是另外一个新造型了。好，这是白浅，所以呢，大家看到的是三组不同风格的造型和人物在这里。华光之海为你而来。今天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是珠海的首站，然后我们也特别希望，杨洋和一菲跟在所有的朋友分享一点啊，专属于珠海站的。就是你们对这个电影的心情，因为开启路演了，然后我们预售也开始了，800万的预售是非常厉害的。所以有什么话想跟接下来要进电影院要去看这部电影的观众说？啊？八月三日走进电影院，说不清楚是吗？关注我们，三生三世这样的一个爱情故事，谢谢大家。好，简单明了。这个时候，我们工作人员应该配合杨洋上一个彩票吧，对吗？杨洋是来打广告的，来一杯。首先感谢大家到场，在一个这么可爱的环境下面，来一起陪伴，觉得非常难忘。首站，那希望珠海的朋友们到时候能够去电影院看一下，多提宝贵意见。感谢。好，谢谢两位。接下来呢，我们刚刚只是为了让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电影，是因为真的有可能不是特别了解的，但其实今天坐在现场的都是老熟人。我们接下来呢，就给朋友们一些互动的时间啊。首先第一个，我刚刚说了，我们有一个发微博的话题，大家有发微博的举手，我看一下。有发微博的，手就举着，手就举着。我们先来一轮，让杨洋和一菲。让我们摄像机镜头对准所有举手的观众，然后你们喊停，那个观众就展示一下你发微博的这个页面，我们就送一个我们的衍生品给他做礼物，好不好？对，不用，我们待会儿看那个大屏幕。哎，我们先请一菲来。你们看一下，站起来。谢谢一菲来。看到我了吗？你看到没有？我们的屏幕正在不停的旋转。看到大屏幕里面的我吗？发微博在那举手，然后你就喊三二。喊三二一停，停到的那个观众展示一下他的微博页面，我们就送他礼物。好，开始哈，三二一停。哎，这是有人举手吗？就觉得是相机啊，怎么办？哎，哪位？是哪位？谁？不是，这是有内幕的吗？我们老师哈、啊、要锁定举手的人啊，举手的。几个就是他了是吗？是吗？如果有现场还有福利。对，你发微博了吗？那你把你的微博页面调出来，然后对着我们的摄像机镜头让一菲看一眼。在调的时候给大家讲一下，非常抱歉，就是因为今天我们在内场里面，所以网特别不好。我本来是有推流直播给你们直播的，就是可以拉近的，但是那个网你们看都看不了。所以我现在只能够用扫码直播，所以就不能够放大，还请大家海涵。珠海站的第一位幸运观众是一杯清点的这个帅气，谢谢你，谢谢。好，来杨洋也一样的哈，来想得到杨洋清点的朋友们，发微博的举手看一下，把手挥起来，让我们摄像老师好找。杨洋，你自己把控时间好。哇，好多杨洋的。杨洋和一菲的后援会看到了吗？是这个小姐姐吗？哇，你的镜头也推太近了，我都看得到飞头了。哎，把那个
会只有一次，不仅是要发微博和买了我们预售权的票的，还要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要完成一个才艺表演。接下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3月30日《桃花》由那英老师演唱的 MV， 给大家放的。放这边吧，这样可以看到你们的杨洋和刘亦菲。你救了我，这个我必须的。没有，杨洋没有不舒服，他今天来的时候都在跟那个跟白金玩的特别开心，刚刚还没他一进来就笑，特别可爱。我现在是通过手机短信在看到你们的评论，我知道你们刚刚有人在骂我，也有人在帮我，你们千万不能骂，因为这样的话对杨洋不好，对刘亦菲不好，他们不想看到你们这样的哈。为了补偿你们，我只能多拍一点现场的照片，到时候在微淘里面给你们发哈。停！好多人！停！哇，是我吗？啊！这么吵！这位是。
手上戴着红色手环的，手环这手是你的吗？这边是我，刚是我，这边是我，是不是挥手？是我们锁定的是手还是脸？是手环的这位吗？中间那个脸吧，脸吧。好，后面这位有脸的观众，有脸。好，就是你这位，我要上台了。我要上去了，我要上去了，我真的心里狗屎运呢。你可不可以帮我要个签名？我先给你帮你。这样子，我们因为周围的观众都没有被照顾到哈，我们看一下左边，对，左边就是拿着黄色牌子的一杯的这个粉丝，我们把牌子举高一点，然后请摄像老师移一下镜头。好了，主播已经上台了。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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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过了。不是，姐，刚才往那边举吗？哎，黄色牌子的，举黄色牌子的观众，好，坐你来。哎，脸别挡住了，戴眼镜的那一位是不是？对。好，来，请起立。谢谢。来，我们可爱的这个小姐姐一起到台上来，请工作人员领一下。其实他们现在心情特别好，来，我们往中间站一点。他们现在心情特别好，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上台之后会面临着什么。我们刚刚跟杨洋和一菲交流说，如果让你们现在就开始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主题曲，你们俩唱得出来吗？俩人面对面摇了一下头。但是接下来这两位粉丝就要完成现场演绎我们主题曲副歌部分的任务。会。一菲说会冷场，我会不怕，没有什么。现在主播已经上台了，然后现在可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像是要主播要唱副歌了。如果实在是唱不出来的话，我们让白金唱好了。好，我们这样子，再请工作人员帮我们切一段副歌好吗？有单独的副歌吗？有单独的副歌吗 ？OK，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请大家听一点点。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花开三十九又成花，人在梦外知不觉。
能完成吗？你编好，你说。你们就没记住词儿，就没记住词儿。能，如果不能唱，那么我们换一个形式，好不好？换一个形式，这样我们不唱了，就摆 pose。为什么呢？刚刚我们看了 CD 版的海报，有没有？三个人的 pose， 三组 pose 完全不一样，所以你们要惟妙惟肖的模仿杨洋和逸飞他们的 pose， OK 吗？来，两位请到中间来哈，杨逸飞可以当下评委，你们俩站近一点，你们现在就是 CP 组合， OK， 这样好啊。我们先来抽一下第一张，也就是墨渊和这个司音的那一组 CP 版的海报，让我们俩看一下。来，海报的第一张，好，要不要杨洋给你示范一下？要不要杨洋给你示范一下？示范这首。示范这个动作啊，哎，不，是墨渊的这个，对。两位看一下，我喊三二一就摆一个啊，对我们的镜头，你看你还穿大袍子，好像司音啊。来，靠近一点哈，两位靠近一点。是你们的祝福，是你们命中了我，我都不知道。你们的杨洋小哥哥好帅，好，还有刘亦菲真的好美。二一。
挑战。啊，各位，想看谁吗？在直播，所以可能你每次都要看到我，直到最后一天也会。然后他笑了，他说好。你们刚是不是在问我跟他说什么，对吧？然后我还跟刘亦菲姐姐说你好美，然后他就超开心。不要走，你别走了。我们，啊，看一下。现在我们今天也差不多，我现在整个人有点懵，然后。现在也要离开了，然后我们就不要去打扰他们，因为就是免得人太不好。你能打远一点吗？脸好大。我这样行吗？帮我这样拿着。然后我们明天杭州场的路演的话，因为是在一个游艇上面，总共估计就20多家美。